一同 ，hard disk 入面系公司今朝正式上架嘅 Internet Security， 亦系我嘅心血结晶。我想同你分享呢个成果。咁样佢会唔会明咧？我哋还是太直接咧？ 送俾你嘅，太唔似我啦！死啦，咁耐点样见佢啊？唉，送俾你。No no， 但唔通辞职唔做咩？ 都系要见噶啦，死都死啦！入嚟啊！查验，出咗事啊！死啦！唔系唱到全公司都知啊嘛？ 歐生，你係咪揾我有事啊？三毛咧？上次固定防盜軟件出事嗰陣，你有份幫手揾個bug出嚟，仲修正咗。嗯。你有冇將 program 嘅原始碼入咗 USB 度？ 带嚟佢公司啊？有啊！我哋嘅原始码俾人摆咗上网公开咗。公开咗？咁样嘅话，就等于将我哋嘅秘密摊开晒俾所有人睇。公司喺呢个项目上面可以话系 total loss， 对公司声誉嘅破坏更加系无法估计。咁样我哋可以点啊？我已经同阿希 check 过晒呢个项目上面所有有参与嘅同事，系得你一个将原始码带嚟开公司，你嘅嫌疑最大。 欧生，我系带过公司嘅原始码出去，但我发誓，我绝对冇泄露过俾其他人知。咁阿张乐同嘉健都有份帮手，但系佢哋都唔会咁做噶。我相信你哋唔会专登咁做，但系如果你哋用嗰部电脑冇加密嘅话，已经好大嘅漏洞，对 hacker 嚟讲好容易得手。我会亲自查清楚呢件事，但系为咗避嫌，由而家开始，你暂时停职。 好，我知道啦。阿祖。 你冇嘢啊嘛？冇咗，我哋间粤德居冇咗，我哋间粤德居冇咗。 我哋间粤德居冇咗，冇事噶，我哋一定冇事。
你生炒骨啦！哇，好有層次啊啲味道！阿媽，你識煮咁多餸我都唔知嘅。我跟咗阿媽咁多年啦，我都未見過。你阿媽我做飲食噶，我唔樣樣嘢都學下，用乜嘢俾啲柱大到噶？老豆，咁你覺得阿媽表現如何？你俾啲 comment 咧？聞落幾香，色水都唔錯，味道要食落先知。咁試下咯。老豆食飯，阿媽食飯，阿哥食飯，大家食飯。試下我煮嘅蜜桃士多啤梨生炒骨，睇下合唔合格。出面好多做柱咧，懶到出汁，啲排骨又唔索乾水，又抌落去炸，所以又煮唔到又香又滑，外脆內軟咯。阿娟呢個業餘嚟講都算唔錯噶啦，粉漿嘅厚薄同掛芡都啱啱好。係咪真係㗎？你而家睇緊嘅係 TVB USA 官方頻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節目片段，就快啲撳埋下面呢個鐘仔 subscribe 啦！